逛超市，听故事，学中文。开始听故事。第一遍，慢速。逛超市。今天是星期六，天气很好。妈妈决定带小明和小雨一起逛超市。超市又大又漂亮，到处都是商品。超市有不同的购物区，包括食品区、生活用品区、服装区、个人护理用品区等。妈妈给小明和小雨介绍着不同的购物区。在食品区，可以买到蔬菜、水果、牛奶和面包等。生活用品区销售日常用品，如洗衣液、牙膏和卫生纸等。服装区提供衣服、鞋子、袜子等商品。个人护理用品区售卖护肤品、化妆品、香水等商品。小明和小雨很开心地学习着。他们和妈妈一起仔细地挑选商品。他们在食品区买了番茄、香蕉和面包等。在生活用品区，他们买了洗手液和牙膏。在服装区，小雨为自己挑选了紫色的袜子。小明为自己挑选了一条蓝色的围巾。在个人护理区，妈妈为爸爸挑选了剃须刀。超市的尽头是收银台。顾客们在排队等待结账。排队等了五分钟后，轮到他们结账了。小明和小雨帮助妈妈将商品放到传送带上。收银员帮助妈妈结账。妈妈用信用卡付了款。然后，他们拿着满满的购物袋，开心地离开了超市。词汇回顾：超市，超市，购物区，购物区。食品区，食品区。生活用品区，生活用品区。
服装区，服装区。个人护理用品区，个人护理用品区。蔬菜，蔬菜。水果，水果。牛奶，牛奶。面包，面包。洗衣液，洗衣液。牙膏，牙膏。卫生纸，卫生纸。衣服，衣服。鞋子，鞋子。袜子，袜子。护肤品，护肤品。化妆品，化妆品。香水，香水。番茄，番茄。香蕉，香蕉。洗手液，洗手液。围巾，围巾。剃须刀，剃须刀。收银台，收银台。第二遍，正常速度。逛超市。今天是星期六，天气很好。妈妈决定带小明和小雨一起逛超市。超市又大又漂亮，到处都是商品。超市有不同的购物区，包括食品区、生活用品区、服装区、个人护理用品区等。妈妈给小明和小雨介绍着不同的购物区。在食品区，可以买到蔬菜、水果、牛奶和面包等。生活用品区销售日常用品，如洗衣液、牙膏和卫生纸等。服装区提供衣服、鞋子、袜子等商品。个人护理用品区售卖护肤品、化妆品、香水等商品。小明和小雨很开心地学习着。他们和妈妈一起仔细地挑选商品。他们在食品区买了番茄、香蕉和面包等。在生活用品区，他们买了洗手液和牙膏。在服装区，小雨为自己挑选了紫色的袜子。
小明为自己挑选了一条蓝色的围巾。在个人护理区，妈妈为爸爸挑选了剃须刀。超市的尽头是收银台，顾客们在排队等待结账。排队等了五分钟后，轮到他们结账了。小明和小雨帮助妈妈将商品放到传送带上。收银员帮助妈妈结账。妈妈用信用卡付了款。然后，他们拿着满满的购物袋，开心地离开了超市。好啦，今天就学到这里，记得留言给我哦。咱们下次见。